最后一块成这样。对，我在这块，然后我在这块，我要上到这块。我听不到我的声音，对，因为我是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就得转了，往下迈一步，这个是往上跑。第二遍。我吃，他说你们是可以。
这个写着写着就没水了吗？从你们那看是对的吧？嗯 ，D I S， 嗯，对的哈，你叫星星。嗯，好可爱。这画的话就得往中间画了，但是没必要。不是，这种涂鸦的感觉就是这种，可以，我觉得。耶、yeah ！我俩手上的它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我们俩手上的其实很好看。可是这个蓝色的好看。但是画在脸上的话，但是没那么多，就是脸上画不了这么多东西。嗯。脸上画这么多东西的话，就有点怪怪的。手上这个，你就这样去跳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牛！那我今天晚上就不洗澡啊！我明天怎么接戏啊？反正涂鸦就是涂，给你写上橘色的。今天洗不要说，大家不要嫌我脏，我今天晚上澡都不会洗。闻吗？这睁眼都是天亮。再画个什么呀？嗯，月亮。可以画个月亮，是我思念的月。来一个大大的问号，可以吧？可以的，我觉得我给你准备两支笔，你想起来再放。给大家，我觉得可以，这样乱画、乱涂、乱画的感觉。开花了，你确定这个不会掉吗？在指甲上？你要干试什么？就是说一个试验。反正你不知道没？你好像有一次专辑还是什么来，有一次拍摄，你眼睛被贴那个特别亮那个小赞，那是画的啊，贴的。那贴的那个哦，那个是彩色的那个亮纸。嗯。裂了，快开了！这玩意儿还得接戏。好的，我收了啊。